步枪成功，一打一，一打一，花儿主动放弃掩体，一波腰射，这波气势。海外的网友们的评论。这个我的名额是靠我自己打出来的，这个仅限于印度他当地的。先看这边啊，这是令，他的四倍镜之下，斯卡尔直接扫倒了 Nozi， 这里的黎明镜上枪啊。这个倒非常的关键，因为这大家可以观看一下周围的大概几百米的距离里边，几乎是没有第三方可以插足这波战斗的。又是令打倒了 Logan， 现在 Infinity 作为军事基地的主落点的人好像没有守住啊。没错。那现在的话 ，Infinity 也是突然被上打击。那当然，这边伞兵拿下了本届赛事的首开纪录的一次表现。Rolf 福利直接被伞兵抓到了，这是怎么看到的？哦，连续的一波精准的点射。我们都说伞兵动态视力好，但人家确实抛物线非常的准，但是什么也没炸着。主要是他们的这个掩体太过局促了，包括说看看旁边是谁，鞍山赵子龙单人突击突上山头，而在另外的一侧呢，他的兄弟也是开车拉了自己枪线。鞍山赵子龙这个肉可不能太猛啊！居民另外一边把 Forest 打倒，这是另外一个方向的枪线，伞兵一直架着这个反斜坡，这南边的人不怕他打吗？应该说他们非常的确定啊，自己的屁股没人，已经被清完了，还有 King 在留守原地，所以说他们可以大胆的去往山上 push。这边居民是拿下了这样的一个分数 ，DWG。六分被淘汰出局，可以继续的往这个上面。有没有破局的方式？应该说，因为刚才的那波击倒呢，上 MVP 这边对枪线暂时展不开，不过有 King 这样的一个桥头堡，要看 Jimmy 能不能够躲过这一劫。Action， 上上马枪，侧面的枪线来自于 King。黄儿这一波立大功了，哇 ，King 的状态啊，应该这是第五个圈，连续四个都是这些，这个圈继续往南边上。好，来自于 P 幺两支战队在北侧呢，是先行进行一个决战，一颗手雷。这不是一个好消息，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的作战情况。宇阳、山治全被炸倒，一雷双杀。决出一支 PL 的战队，我并不担心，但是要小心的是飞来了。那这样的话，DWG 要成为这场比赛的搅局者了。Paraboy， 这个人头不收下来吗 ？Forest 果然是被 Paraboy 稳稳的收下。啊，虽然说枪深圳 ST 这个。要撞吗？这可能还是得看，因为他毕竟在这个点位站了很久了。看来这个圈运守恒定律已经开始慢慢作用了啊，慢慢实现了。这个进城的防区相互依赖的，他不能越过这个反斜坡。小心老六一颗手雷炸到了 King。精准制导，但是 Forest 也不太敢第一时间往前上。对，双方都是比较忌惮对方架枪，哎，对方也没有第一时间。哦，来了来了，没有第一时间，后点架枪的人全员赶到。那这边 Order 第一时间赶到之后，并没有选择是去先拉人，反倒是自己侧身击倒了 Juni。那现在这样的机会给到了上海 NV 腾讯视频战队 ，Paraboy， 我觉得可以等一手，给到火力压制之后呢，等人拉起来，原点找到一个侧身，发变直接被 Paraboy 打掉。那这样的话可以持续的去追车，但是看伞兵敢不敢这么勇。鞍山赵子龙一身都是胆，继续的向前推进。那这样的话 DWG 一触即溃。赵子龙今天的兵器是怎么落地六转三的一波连续的两个背身，就是把握住时机嘛，一定要速战速决。但现在来看的话 Nigma Galaxy 在拉人的一瞬间，哦呦，哈莫迪这波又被 King 给抓住机会了，一个手雷补上红天雷，但是令这边也被炸倒了。现在令应该不用着急第一时间扶，先把中间的 Nigma Galaxy 各位驱赶一下吧。先提最远处的哪位战队的 Miku？ 你这一提就提到三支战队了，难度可想而知。Jimmy 只能是出了正面了，因为南边的情况虽然只有独狼，但是很复杂。布塔谢农，阿莫迪这边被骗出了身位。哦呦，这个配合，这几乎是 Jimmy 吸引到了所有的枪线。你看看黄二和令的位置，帝国干了。有一架三冲，同样也有一片三冲，这是直接把哈莫迪给骗了出来。原来正面突破的方法除了封烟之外，还有用队友肉体去勾引的这种计策。那同样逐步推进，最后在车轮之下居民带走了对方，还有推进的目标。 X 只有一个有生力量了，目前 NX 是70分排名第一， NV 腾讯视频四上 DX 的势力还是兵强马壮的四人编制，但是都站不起来。 Order 这边一顿，哎，这是双开吗？没有任何的问题。NV 腾讯视频这是在双开吗？二打四，南边 DX 完全不抬头，身后还露着人去架北边的 FG， 还是由 Jimmy 一个人去看住 FG， 然后其他三个人呢去解决掉 DX 上局比赛的一箭之仇。这场比赛马上就要爆了，又来再来一个。这场比赛 Order 还有 Paraboy 的双子星的手感实在是太棒了。 Jimmy 也发现情况了，兄弟们手感非常不错， FG 咱就放一放吧。但现在来看的话没有必要去强行的突破，是 FG 这边有一个对他们的 Frankie 这边没有办法，他以为这边上海 NV 腾讯视频战队已经不看他了。这个情况之下看看能不能推进。
哎，这条线不好中，他也不敢卖吧？二位，两方的压力啊，确实是给到了 FG 很强的威慑力。高点狙毙倒了，一换一，对方换掉一个。那现在来看的话 ，Order 可以主动拉一手吗？可以主动往前拉吗 ？Paraboy 正面没有能够刚住，不过 King 这个时候抓到一个侧身，一波要射。身后这是谁的枪线？绝境黄儿定位一棵树，现在在人数上是一个22。Order 两个侧身秒掉一个黄儿，补枪成功，一打一，一打一，黄儿主动放弃掩体，一波要射，这波气势非常的足，持续出枪。哎呀，非常。